每一次的世纪大灾难所看到的，除了是许许多多无法抹灭的伤痛之外，其实更看到了就是来自人性的爱、关怀与互助的力量。这是来自日本还有在台湾这种自发性的援助。其实呢，在各项的921地震救援行动当中，这一群人呢，不要忘了他们的贡献。他们是骆驼车队。原本呢，骆驼车队是由中部地区一群爱山爱水又爱玩吉普车的男性所组成的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他们在过去从民国83年的道格台风开始，就开始支援慈济送物资到灾区去赈灾。当时921发生的时候，他们更是跟慈济志工密切合作，靠着车队的无线电来做各种对外的沟通。道路如果坍塌难行，就靠他们的四轮传动的吉普车跋山涉水，把物资送入了灾区。曾经最高纪录一天就出动了骆驼车队的70辆次。说到骆驼车队，不是跋山，就是涉水。爱路细条，石头路、华夹湾、芝芝湾一大堆啦。啊，急速地下降了啦！啊，你要骑是急速地上升啦。也就是这超凡的开车技术，只要有灾难，就见得到他们的身影。921等等都少不了他们，因为呢，他们有这样四轮传动的，要不然的话，那样艰巨的路我们也很难走。所以呢，每一次说到难行能行啊，就会想到了这一群呢爬山英雄。921地震，骆驼车队全力支援慈济赈灾，曾经一天出动70多辆车，一路送物资，也一路报灾况。啊，了解了解，我探路者，啊，看路况安怎时，我才甲各位汇报。当时重灾区没有电力，还好有他们的无线电，让慈济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救灾的进度，还能够帮受灾的乡亲报平安。无线电听完马上就去打电话，都是报平安，因为他们深陷灾区没办法出来，啊，又电话又不通，所以要我们用无线电联络好之后，然后打到台湾各地去报，跟他们家里的人报平安。车队是在民国79年成立，超过100多位的会员，他们都是大老板，在做生意时计较成本利润，但是做善事每趟上山下山要上万元的油钱，没有人去精算过。从民国83年道格台风开始，他们就和慈济人合作到山区关怀，多年的默契让他们接到任务都能够使命必达。他们很习惯去笑谈自己做过的善事，因为真的很快乐。队长放电就有一个一碗饭的故事。伫遐排队啦，啊！我就讲啊，你若是安怎啊？你敢迄个讲，伊厝拢倒来，底拢无通煮食，哎妈，巴肚咧枵，我先甲你摕来去慈济的后壁啊，因阮较会当入去，嘛会当着药管子，阮会当入去，啊，就将先甲切一了摕转好，哎，感谢噶。噶即马差不多5年拄着我妈，搁咧讲，即马拄着我妈，搁咧感谢，好，我嘛足歹势。而这张和证言上的合照更是让车友们感恩，当时上人担心他们在山区的安危，一直等到他们完成任务才一起用膳。像长者就小孩子还没回来的话，他还是很担心，说小孩子没有完全回来的话，如果自己开动这样吃的话，他也是吃不下去，一定要等到小孩子回来的话平安回来。慈济引他们入膳门，如今他们自造福田，自得福缘。88水灾重创南台湾，骆驼车队的网站都是寻求帮助的讯息。这个是要回馈一下，不是讲干那七道，因为山路阮嘛较熟，啊，阮咧开山路嘛较安全，所以大家若有需要，阮若讲若有需要，主要是讲你若是做迄个社会上服务员，叫阮自动义务帮忙啦。从游遍名山胜景到踏进灾后的山区，骆驼不再只是骆驼，还有更深的使命感。